安怎彻底消除烦恼？一切众生拢有佛性，到了极乐世界，烦恼不断自断。为什么呢？烦恼是真的，也是假？烦恼是假，好亲像梦中的情景，是真的，也是假？梦是假，但是如果若无醒来话，梦永远拢是真的，苦乐嘛永远是苦乐。但是醒来了后，梦中所有一切的苦乐祸福，当下就消失。消失去倒位呢？无来嘛无去。因为梦是无本质、无本体，咱的烦恼嘛无本体、无本质的，只是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就因为烦恼来去贪嗔痴慢，就着心口意去做做杀盗淫妄，第四永远的六道轮回，尤其是三恶道的定论。那安呢？这个烦恼甲业障，到了极乐世界，自然就消除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